系，今日嚟到广西梧州市嘅广平镇，咁我哋参加呢个 GP33 嘅活动啦。我哋就会系即系嚟紧第二间一个希望小学嘅开幕仪式，咁转头见啦。好，咁我哋依家咧一路入紧去。咦，行多两步咧就嚟到啦，呢个 GP33 嘅教学楼。我从小，我小学的时候啊，我看那个动画片，我喜欢做那个超人方面的很正义感的一种。奥特曼。一齊去買雪條啊！冬季楼面以及外墙严重渗水，粉刷脱落。经专业检测部门检测为室内危房，在你们的帮助之下，在我们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，我们学校呢，在2018年12月就新建了这一栋教学楼。当年这个设施不足、陈旧、老化，学校经费有限，这些呢都成为了制约我们学校进一步发展的瓶颈。为了让学生有一个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，经过龙须区教育局的立项同意，香港 GP33 团队慷慨捐资35万港币，远建我们这栋新的教学楼。这栋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，投入使用，彻底改变了校园布局，让学校更具现代化气息，也让孩子们拥有了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。你走漏眨眼啲地方就影嘛，攞啦，有冇？冇我就影呢啲。我影高十先。拜拜。